有人关注昨天办的余威影响力峰会吗？余威也去了，强行扯上关系，说正式之前先说个花边。其中一个给粉头颁奖的环节还挺逗的，各种流量艺人微博后援会也算世纪大会面了。其中不可避免的有在网上互撕甚至问候过对方父母的几家，做私下里连线都能连半个小时的那种。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，莫名有点气的他们同框，没想到哈哈哈哈哈哈，大家都有事吗？一共十个领奖的，五个戴口罩，还有一个男的，你们这是接受荣誉还是特务接头的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中了百万彩票来开奖的呢。也是，都是几句话就能掀起腥风血雨口水战的种，万一以后再撕的时候用这次的照片 P 图杀的多可怕。所以说人在饭圈混还是要保护好自己，在这张表面和谐实则暗潮汹涌忍不住脑补的饭圈图里，最左那位男士在一众姐妹里显得尤为突出。查了一下发现他是杨幂的粉丝，唉，唯一领奖的男粉应该占 C 位的。说太多了，赶紧进入正题聊一下这次盛典的主持人邱晨。